台湾的职业队。那个妹妹哦。Thank you.
电话在 play， 在 play 商店啊，很舒服，行哦。爸爸是赖的啊。反手做一下，你定下去那一板子也都没了，你就这样直接放大脚，然后他等一下一定就把他打死。爸爸是两局的。他们教练以为这样。哎呦，不用担心啊，这边的教练那么多个，你们看到，又不是你，他是一个小菜鸟，他是一个。对，我们是地主，我们是地主。地主要赢，加油！加油加油加油！不要太多。你以为是谁？你不要被他影响啊！他你不要被他影响。弹完，弹完下一百次。然后到这种。对啊，但你刚刚到最后不是也给？可以了，对啊。不要照刚刚那样打就对了。爸爸说的。他爸更可怕，他临时要影响，他也不要他爸影响。Thank you.
过水上。